小姐，您找我。常叔，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，我做了点鸡汤，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。好。哟，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？我一不小心做多了，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。瞧您说的，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？常叔，你要不去的话，我叫别人去好了。小姐，我是说，哎呀，我知道，老爷。常叔，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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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提，不提，我这就去啊。老爷，老爷。哦，老常啊，老常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老爷，哟，您这是，老你伤好了？啊，讲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今天来啊？这是小姐啊，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，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。哎，放下，放下。老常，来，坐，坐，坐。哎。孟琪，他还不肯原谅我。老爷，你以前做的事儿啊，我不多问。可小姐，这心里的伤口啊，不好愈合。是我对不起孟琪啊。唉，我不配当一个父亲。老爷，我看得出来。您呐是干大事的人，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，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。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苦了，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国是家是两难全，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。不过老爷，您也不必担心啊。这人常说啊，血浓于水，其实小姐心里啊，还是有你这个父亲的，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，让她心里的疙瘩系得太深了。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我欠他的，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吧。老爷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？老常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是我背的责任。我所作所为，只会给他带来伤害，打破他平静的生活。好了，老强，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，你收好。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。还有啊，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。放心吧，老爷。我就是豁出老命，也会保护好小姐的。谢谢。
老子今天就算死在这儿，也不会给这帮狗日的走奴才。老子都那么想了，你想不想？不想！想不想？不想！ 我打不过去了，就是啊！大姐，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，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，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，咱俩齐心协力，一块冲出去。好。 还多长时间？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别说话，不要引起敌人怀疑。
今天杜凌云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看来孙先生是不想说了。不得不说，中国人的杀鸡害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。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。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？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孙先生，心肠真硬啊！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。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，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。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。医務室へ。はい。
孙正火，孙正火，你大爷的孙振武，你他娘才是狗汉奸！孙振武是狗汉奸！孙振武，你才是狗汉奸！孙振武，汉奸！兄弟们误会你了，对不住啊，大哥，对不住了，兄弟们误会你了，对不住了，对不起，大哥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都是自己兄弟，只可惜啊，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。大哥，脑袋掉了。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，兄弟们，早都做好准备了。是大哥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做好准备了。好，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。孙志武，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。狗汉奸，呸！狗汉奸。孙颖展示识时务，杜凌云。皇军给了你机会，是你不知道珍惜。你们都听好了，你们即将命赴黄泉，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。少他奶奶废话！老子已经等不及了，开枪吧！来呀！开枪！开枪！来呀！好啊！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，可惜了。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，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，实在是可惜了。大佐阁下，预备。大帅哥哥，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不知道吗？重伤了，重伤了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搞什么鬼？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花招？大佐阁下，为什么要放了杜凌云他们？是啊，大佐阁下。这些人不死，我寝食难安呢。这是没你说的份儿，出去。
孙营长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长官，你给我这条明路。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。我以后怎么办呢？还得闯过这条路。孙营长，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，向来很真诚，很负责任。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，犯不着这个样子。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。长官的意思是，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，很多事情皇军不能亲自处。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，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。孙营长，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？多谢长官，多谢长官。我就得吐不出象牙。老板，大站长，你他娘的，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？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精脉，老子打死你！手枪营怎么了？手枪营营长广义营长才是个爷们儿，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，才叫英雄。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，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？你拿这个勋章也不交得脸红？张大庆，你他娘就一个俘虏，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？你哪一个猪！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。怎么着？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，回家了，你还想杀我？手枪，跟我走。小子，我懂了。号外号外！中日互换俘虏，十九路军手枪营营长杜凌云、张大器等回归十九路军。号外号外！小子。憋气，大哥，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，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。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？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，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白眼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少说点废话。Thank you.
哥，二哥你没死啊？哎，伤着呢。三，你真没死啊？我就知道你小命大。哎，要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。没事就好。嗯，谁是杜凌云？我是，蔡少要见你。我也正好见他呢，大哥，我也去。那就一起吧，走。走。报，杜凌云等人带到。事到如今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照直说吧。蔡帅，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，奉命据守阵地，本打算以身殉国。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。营长下命令了，就算死，你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。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。二哥，不忌惮，宁死不当俘虏。咱们十九路军，至上到下，只有英雄，没有狗熊。但是，你可知道，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，你们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蔡帅，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。好了，回去休整一下部队，随十九路军。前往福建，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，带准立功，洗刷耻辱。但是，你们没有编制。蔡帅。三月初，中日停战后，五月份，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，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。日军返回战前防区，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，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。之后，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，开往福建。大哥，咱们留得青山在，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。老蒋，上福建打红军，你说这算什么？小点声。哥，现在时局啊，变化万千，你和我二哥，还有三哥，在做决定之前，一定要三思。所以我们得冷静，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，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。这我们都懂，在现在这个时候。你得想想办法呀！办法我有，大哥你尽管说，兄弟们都听你的。哥，你快说。那可就等你说话了。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，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。想要洗刷耻辱，
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，杀得他们胆战心惊，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，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。不是，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，回上海，杀光小日本，给死去的兄弟报仇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大哥，我们兄弟情同手足，上下一心。大哥有什么要求？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。咱们手枪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，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，以后专杀小日本。好，就这么干。不是大哥，关键咱们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。我们的手枪旅虽然打残了，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，是手枪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。做人不忘本，那就叫手枪队。大哥，这名字好。这个好。以后啊，你们都别叫我营长，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，我就是手枪队的队长。那我是副队长。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。大哥，你是吃亏了呀，一下仅仅两级，亏得很。老占我便宜。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，回到上海，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。大哥，你是说孙志武吗？对，杀了他，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。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行动。大齐、吕峰，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，记住，告诉他们，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。天黑以后，在营部悄悄的集结。是。大哥，全都通知到了，一个也没少。哥，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，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，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已动静。具体情况知道吗？暂时还不清楚。大哥，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？不会的，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，应该是上头有令，加强防范。不能再等了，行动！兄弟们，老蒋非得不抗日，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。今天我带着你们突出重围，兄弟们，出发！是。野鸭，哪个部分的？眼下呀，张大器。你奶奶的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。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？跑远了。我们是回上海打日本人的。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？请兄弟们高抬贵手，手枪营感恩戴德。还在吗？对不住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我去看看大哥。小心啊。
我打算见见你们长官。 是你。